一层一米三高，每爱听的都是他的来认真欣赏。今年得到为客家贡献奖、杰出成就奖、艺术文化类的荣誉。今年创三高九月四十年，行九月滚内外，一百得奖，除了倾听来欣赏，对三高的付出，未必限开他的基因。爱持续九年来创三高，怎会要限开多年来认识，也文学同音乐都要为客家艺术文化。三高。六十五岁来认真先生唱山歌，当作韵味。此时演技不卡落，不也好唱山歌，假意系看戏演。而睇目水对山歌如动态兴趣，但先生认为山歌欠缺人格，只系歌词。那错，唐朝山歌，那心肝啊吼，就会开啊。然后呢，后边演技个都慢慢的学以后吼，又发觉到个，哎呦，个歌词让我按神气。原来一歌词杜康啊，吼，张起演一山歌杜康最重要、最精华的地方啊。短短的二十八十四年，佮都可以将一出山歌伊表达出来，将个心意表达出来。所以我就以为，嗯，一山歌啊，吼，很好呢。那认真认真对山歌兴趣，退伍了后向山歌先生扶产向学，这年是开始高唱山歌。为大家强时间，还喜好三角菜茶戏、大锣鼓、白音来到今年。今年为客家山歌乃蒙古新传落去，有人热无毛片。因此个客家人，假使因无做的话，请问一下，爱出拳的人，敢有可能同人做？所以呢，我认为讲，也就是我一生人做对山歌的期望，也是我唯一的目标啦。三国高唱四十年来，除了托台湾被中南国体系高，每是受邀请去外国高唱。那认真的三国还保留现场发挥的精神，每加强歌词的内容，每听见时代变化，就是深强、是进、强言，三国将要加强。唔好再讲，我三国都头摆来唱，唔对，俺的三国可以唱很卡优秀、很卡精致、很卡有价值，才音乐性。在文学性，然后提升，变成一种艺术的这种安尼个一种层次来，安尼成果真有值得保留下来。为了做到了理念，赖景志每顺利协会当年办三国比赛，同时每公开精选歌词。当年整词整十首，然后做汉语言比赛，本台个互相进步，所以个歌词呢，也文学性又较高。因为因一个时代已经无错，神丹国开神丹啦，创神国双神剑照啦，茶宴都往无安尼啊，所以呢，也就变做文学性又较高安尼。那认真的三国高唱，除了高唱歌依靠以外，未够学生做年的土地，所以学生当先富基，逐年听佮学三十五年嘞。最好啦，这么多年啦。你也学咗好多三十五年嘞。哎呦，没想到呢。你现场搞的那只地方，制作情况。老师，一到地方啊，就知道当好当真的。去日本拿到客家贡献奖，赖先生感谢，没认为你系对家音乐之路的肯定，但是没系本期当唱的责任，为了还系要继续传唱山歌，没希望山歌是次世子培育，我下一代唔好对山歌暗生疏。客家新闻杨俊朗，苗栗报道。